五台东等在现今的社会当中真正是真少看，但是在嘉义县的滨乡乡道因的五台东等的家庭生源为上老的83岁太祖到达出世几个月十不赢，五个人代表五台女性坐做会，是形成一百女人当家的趣味画面。民雄乡乡民代表尤区岳庆女士今年才61岁，对真侪人来讲是抱金孙的年纪，但尤区岳庆女士是已经做阿祖啊。尤其是尤家是当地真有名五代同堂的家庭，厝边对于61岁个做阿祖是真钦佩。几少年？我知啦，伊讲听讲做阿祖吓，哦，人，五代同堂家庭年纪上大是83岁的太祖，过来是尤区女士今年61岁，加上才38岁个做阿嬷，由太太含18岁的新妇，年纪上细是出世2个月小孙女。五代同堂的大家庭，女性成员个占多数，会使讲是一个女性当家的幸福家庭。你其中38岁个做阿嬷，尤太太是真欢喜，因为现在少年人是生了真少，38岁个做少年阿嬷，常常带孙出去，拢当作是因查某囝。38，啊做。我带他出去，人家都说我生的。尤区岳庆女士是尤家的大家长，不只是身为乡民代表，并因为厝内是做田，会要操作各项进田的机械，让真侪人拢感觉真钦佩。你加上五代同堂的景象，是身为地方乡团的家话。《世新新闻》陈开华民雄乡采访报道。